咱即马要听后照镜的播咧吼，简单介绍工具，穿两支这，一支一字，一支十字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过来第二个动作，开车门，先红火，红火以后把钥匙把玻璃咬下来，哦，咬下来，然后红火就可以关掉了。我关掉以后，为什么玻璃要打开？因为你等下你听的时候，人会使听，会当入去，会当入去。啊，无你若玻璃冻掉，你的作业空间存一丝丝啊，太窄了。所以你玻璃打开，你人才可以进去。哦，然后第三个步骤，玻璃压下去，哦，压下去，让这边的缝出来。出来以后。等一下，玻璃的镜片跟后面的背板会很密、哦、然后你的十字刚好就是你的一字刚好就是从玻璃跟背板的缝插进去，插进去以后做一个动作，搅起来，它就会打开扣子，哦，像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拍没有办法拍啦，拍不到。哦，你这小夸胶就是了，不要紧。然后你就看，插进去，好，我的已经插好了。哦，就这样子，插进去以后，敲一下，哦，它就可以往上掀，往上掀就是下面的两个扣子打开了。下面两个扣子打开以后，玻璃往下抽，抽不下来的时候再动一下。哦，好了，然后我翻过来给你看，它这个就是上面是勾进去的，哦，所以你刚刚玻璃是往下抽嘛，然后这边是扣进去的，扣在这两根，哦，这边扣着扣进去，所以刚刚一字。随便找一个缝插进去，敲一下，插进去，敲一下，这样子，这两个先退开，再来就是把玻璃拉下来。好了，好了以后，再来后照镜盖，我也顺便示范哈。所以说玻璃要打开，就是你人可以这个角度，然后这边有一只勾脚，它是往这边勾，所以你等一下一字要这样退，哦，退了以后。留一点指甲比较好用，指甲是要扣这个缝的，扣这个玻那个后照镜盖的缝。哦，先退第一只、嗯。我的拆太快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之前拆过，可能松松的。它就是这一只勾脚是长这样子，这两只是向下的，所以你退的时候就是先这样子退，然后指甲勾着以后再退第二只。再退第三只，然后这一只脚是隐藏的，它是在这个位置。哦，你这个盖子半开以后，罗莱把撑起，往下掉一点点，它就可以整个盖子被拿起来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来转过来，这个要换哈。这里有一根螺丝，哦，再来就十字起子，好，开了以后，来开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勾脚，哦，勾脚要有点退开，哦，退开以后。这样就拆下来了，拆下来以后，这里有一个螺丝，这里有一个螺丝哈，哦，这样就可以换了，哦，从这里按下去推开，这样就可以换了，换好以后
装回去。好，等一下啊。这个盖子要装的话，这个凹要先进去，然后这一个钩子要先勾到刚刚那个里面，这样子顺进去，哦，顺进去以后，下面按进按，下面按进去，然后螺丝锁上去，这样就换好了。